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你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。哇！你想想，他自己一家三口，即当时一家三口，后来一家四口，自己吃都没得吃，但是呢还要这么多人来，所以变成真的，你明白吗？在当时来讲，我怎能够不信任他呢？明白吗？即是我看着他，他来到，所以我更加觉得不配咯。因为当时来讲，即是我们当中很些其他基督徒，讲真来讲，即是经济都会绝对比我们更加好的。那你能够想象在当时，我和他是几咁坎坷呢？即是你现在所听的，比如信息很多讲的天国比喻啊，那几十篇的信息呢，就是那个时间啦。就是那时我们的生活都食嘢都成问题啊，好多时甚至要行路，而巴士都冇钱搭啊，即系咁嘅光景啦，喺当时吓。咁你当时你谂下，仲要开始教会，系咪？喺一个过程当中，我咪了解佢咯。因为喺嗰阵时就锻炼咗咧，系一啲原则，即系我同佢都系锻炼咗就是，啊，我哋既然遇到咁，咁我哋点样咧？咁我会真系私底下会同佢讨论嘅。咁我哋开始咗天国比喻啊，开始呢信息嘅时候，我就会同佢讨论。就是我哋其实要送大嘅，因为我分享咗，譬如食饭啦，咁当时我唔知道啦，全系身受其害啦，个个都中意喺屋企食饭。咁而我咧就讲撒种嘅时候咧，我就发觉，其实我哋想富足嘅时候，我咧一定要将呢啲嘅我哋有嘅撒出去，先可以期待呢个神迹噶嘛。咁所以变咗我哋就要冇饭食，即系嗰个礼拜或者嗰个月啊，有阵时嗰个突然间奉献 drop 嘅，即系直情系唔知点解嘅吓。有阵时后尾先知道咧，我原来因为会连呢个月系交税啊。咁就所以变咗，因为顶姊妹除咗俾十分一咧，有俾奉献嘅，咁佢唔俾奉献，净系俾十分一，咁所以你能够想象有阵时咧 drop 咗成30%至40%嘅，咁嗰阵时我哋会点咧？我同佢倾就系，我哋而家手上有几多大空嘅呢个到底，我哋录晒出去，我哋而家饥荒撒种啊，即系喺嗰年代当中咧，同佢不断去讨论，但我讨论咗之后咧，佢就执行噶咯。即系个过程当中，即系教会点 handle 我哋嘅管理啊，嗰样嘢，当时基本上呢啲完全都唔会同其他，即系当时有嘅财政啊，或者后尾嚟嘅 Eddie 啊，或者子明唔会讨论呢啲嘅，我会私底下同阿全威讨论每一件事，因为当时嘅薪水系得我同佢分啫嘛，即系主日嘅奉献，但系即系嗰个生活就系咁拮据底下咁度过啦吓，咁而喺你能够想象啦，即系话喺嗰个过程当中，我同佢都知道。我哋唔系为咗钱，唔系为咗名利，真系纯系为咗神嘅。咁但系当然我能够承担嘅原因就系，因为我翻嚟香港嘅时候，都同大家分享好多次啦。我谂住饿死都冇所谓嘅，吓咁样去破釜沉舟去。咁但系全威嗰段时间咧，当然啦，佢根本就唔系喺外国读完书喺嗰度因为翻 Glad Tidings 底下啦而翻嚟啦。佢嘅本身系冇错喺英国读书，但系佢唔系因为。翻咗一间好教会或者系搞咗其他嘢而翻嚟谂住系全职噶嘛？佢系遇到我之后，佢唔系谂住全职开头，甚至系只系转会过嚟啫嘛。但系亦系一转会过嚟嘅时候，佢已经有感动咧，即系能够想象佢要对我嘅信任几大咧，佢先至喺差唔多冇薪水嘅情况底下咧，自荐去参与呢间教会，系啊，即系我冇嘢吸引到佢噶吓，真系纯系我讲道噶咋，我甚至我亦冇邀请过佢噶。因为佢自己都讲系佢自荐嘅，直成全威呢一啲讲真喺佢自己啊离开嘅嗰一间复兴教会，俾钱去请啊，都请唔到佢。你谂下，即系经过几十年，大家睇到全威嘅质素啦，即系佢嗰种嘅研究啊，嗰种嘅心智啊，嗰种嘅艺德啊，嗰种嘅神迹报道，嗰种嘅恩高啊，即系你俾钱都请唔到啦，呢啲系咪？但系问题我当初边有钱俾佢啫，系咪？但系佢嚟到佢就系挨苦嘅啫，咁所以变咗你能够想象啦。呢、这个就如果我而家喺35年之后睇翻咧，呢35年系需要透过几年，我同佢建立呢一份嘅互相嘅信任。因为当教会大到而家我哋呢个 size 嘅时候咧，其实只要有少少佢话私心嘅话咧，就已经成间教会可以分开两叫两党啦，已经吓、啊，即系两党执政啦，变咗就唔会嘅，即系佢就算去训练下面嘅人咧，佢都即系量才而用而训练佢哋咧辅助我嘅吓。啊即系佢直成喺嗰阵时，我已经建立咗、理解咗，喺呢个磨练当中，就可以话真系好赤诚嘅睇到佢个内心，去睇到佢行事为人。因为其实佢如果唔照住我分享嘅真理嗱，因为佢嚟到，就如我所讲啦，几十年里边佢冇黑眼瞓，佢听讲到，佢好努力去听嘅。
听嘅时候嗰种眼神咧，到而家嚟讲，几十年都未变过，就系嗰种狂热、嗰种认真、嗰种珍惜同埋嗰种嘅对神嘅话语嗰种崇拜。佢一路咁多年都系咁，但系唔单止系咁，就系喺佢最困境嘅时候咧，我所分享嘅嘢咧，系再加添佢嘅困境嘅吓，就譬如好似食饭咁样吓，即系讲紧系一切食饭，其实就建立呢个 covering 啊嘛，啊呢个约噶嘛，吓即系对于东方嚟讲，又或者对于以色列人嚟讲咧，呢个约系好紧要嘅，即系我哋所讲嘅新约旧约，其实系个圣餐嚟噶嘛，就系、是、所以点解新约教会天天抹饼咧？即系嗰阵时我就分享呢一啲，全部就照执行咧。即系话换句话讲，喺当时佢最吃力、最困苦嘅时候咧，佢唔单止过嚟，佢过嚟佢唔系谂住觉得好似益咗呢间石安教会咁，佢好珍惜噶，佢珍惜到个阶段咧，其实佢每一次听咗我分享之后，佢走去执行嘅话咧，就差唔多辛苦到唔死一身散嘅级数噶啦，已经吓，即系因为已经叫差唔多等于落井下石。譬如举个例，当个教会剩钱都冇嘅时候咧，我哋会将手上有嘅带送晒出去。我哋本身每个月都有储备，买几多百饼带咁样去咩噶嘛，悭住啲钱咁去送噶嘛。开头系有剩嘅都送，但系后屘咧直成系经济差嘅时候咧，我哋直成系唔系有剩嘅送，我哋直成将剩余嘅钱买晒空白嘅带都送出去，为咗咁样去赚取呢个富足咁。咁所以变咗你能够想象嗰几年里面，我亲眼睇咗一样嘢，就系权威系专系执行我讲嘅，嗰个系私底下执行，并且咧系以榜样见证底下执行喺人哋嘅面前。事实上佢的背景是非常之差，即是佢背景是一个可以说佢的亲戚那边是一个很欺诈、很奸狡啊、很虚假的信仰的。里面就是讲一套做一套，即是佢见尽基督教背景里面这些瑕疵。咁而来到我们当中能够想象是一个几大的改变，是吧？而并且佢仲要是執行很多这些佢以前根本一路都没有執行的东西，只要入华讲过佢就執行了。咁所以你谂下，嗰啲執行当中，甚至系对于佢生活经济系落井下石，但系几年咯，几年都系咁样吓。咁而事实上，我哋开始教会头十年咧，可以话咧，每一个礼拜，唔系每个月啊，净每个礼拜，我同阿全威都系计住点样过生活，即系我哋嗰个数点搞啊，成直至到咧，大家去到90年嘅时候咧，个经济叫做咧，已经唔会影响到我同佢嘅生活啦，即系嗰个经济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你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。全诚实爱上帝，始终不变，诚切心真自见，前路终遇到绝处崎岖多曲折，让我狂静。在世间千亿个场景碰见，那预测千百世事剧情过中准备，可知尘世事件，一息间失去似幻象云烟，神啊现容让我清风心灵。人生树幻影中等一天国定见，纵跟你脚步去路径交叉线，也深信着你在人间，神啊让我垂钓尘俗的肤浅，求我全明证你警示预言，途经冲击的转变，仍持守胜过挑战，能跟你在终点铭记。跟靠你面前